你这么骄气，你不配当我龚宏宇的儿子。龚子瑜也配做执任？论身份、能力、德行，一样都不沾。你凭什么说自己担得起这个位子？ 父母逼迫我们长大，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安然地立足于这个世界。把爹爹先教你口诀，你先背起来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嗯，寒气云消入。收发当自如。和和会登天。雪落星星不见。 我倒希望他不要太执着，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一定会让他坚持下潜到分流线。分流线之下的池水，就不再是寒冷，甚至是温热舒适。但是，他没有强大的内力，将呼吸控制精准，肺里剩余的空气，只够他立刻上浮。 小姐，小姐，我急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侄人说，小姐想我了，就找人把我接来了。你傻呀，这个地方进来了就出不去了。 小时候啊，在家乡乔装成男孩子的娘亲，你看，秋浩回来，被旁人看到了，不知道又会议不了什么。侄人不会相信那些话的。 他不信，总有人会信的。信的人多了，就变成真的了。
觉得我温柔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甚至连心，还就是他，总要说出来的。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？说出来就能不药而愈吗？ 小时候，每次摔破了膝盖，我母亲都会一边给我上药。她说：“浅浅要是疼的话，就要告诉娘亲啊。”每次母亲跟我说这话，我觉得伤口 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被人关心着，难道不好吗？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。江湖中，幸福和威望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，而痛苦和秘密则不可告人。